我说一二三三， 哇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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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
摆个 pose 在迎接他，好不好？我们摆成六个蜡像，来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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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但是我们要憋住不笑。来这儿好，我觉得。哎呦妈呀！真的，来这儿吧。我会拼尽全力突破自己，突破极限。还有力气吗？有。后面同学还有力气吗？有。我希望在我少年的时候，以少年之名拼尽全力去热爱我的热爱。哎，没对，没对。哎，等一下，练。还我来帮你，还我来帮你。哦，可以，有点意思。哎 ，nice。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个体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他有他的一个方式，那我有我的一个方法。我觉得没有必要要去羡慕别人。这个节目里面会有很多很强的人，做好自己和想完成自己的梦想去奋斗就可以了。我给大家表演一个劈叉吧。哇，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，懂得什么是珍贵。他们是我的对手吗？当然是啊。跟你共同发展的人，他既是你的对手也是你的队友，因为你可以在他身上学习到很多东西，共同进步，共同竞争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。各位少年们好，我是你们的导师。是 vocal 导师还是舞蹈导师？我是才气导师。直接给你来一鬼畜。别。现在是等导师了吗？我到了呀，我到了呀。这不是导师吗？亮身份了，正式官宣少年之名的导师。不是我。好吧，我们下一位吧。可以进了，下一位选手。好，也请。下一位选手，主角请先才艺展示。来，主角 A B C 开始展示个人技，要心中有曲自然嗨的那种。就差你们了，你们再不进来就要淘汰了。